其书画其社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左中学学中觉，沙子最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最小希望全是无限，小粒子的日记。小粒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不要再写日记了啦！每天写，每天写，好无聊哦。如果这样，那就先写写别的吧。爷，我每天都会吃饭、睡觉、上课、写功课、蹴鞠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啊，小粒子是很乖的，该做的事情都会做。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要每天写日记呢？啊，这个……而且还要每天写的不一样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小粒子说的对呀，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害我现在写不出来，就不能出去蹴鞠。哎呀，现在写不出来就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写好了。爷爷说的对，那我就先出去蹴鞠一下。爷爷再见，我马上回来哦。哎呦，我本来想一起吃个点心的，就这么跑了。嘿，嘿嘿，唐诺，交给你了。好，哇，嘿嘿，嘿嘿，小粒子，你失误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难怪你这么心神不宁的，球都踢不到。小粒子，你很扫兴哎。刚刚已经迟到了，现在又要早走。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不赶快回去把功课写完，我娘会骂我的。你很奇怪哎，我们都写得完，你就写不完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？是啊，你怎么搞的？我一开始写得很快啊，可是只要碰到写日记的时候就卡住了。你们写日记不会卡住吗？不会呀，我今天写功课写得很快，就像我今天跑得很快。我还蛮喜欢写日记的。那你把秘诀告诉我。哪有什么秘诀嘛，写日记就写日记呀。哎呦，站在这里聊天还不如再听五分钟呢。我们再听五分钟啦。好啊，只能再听五分钟哦，不然我娘会骂我的。小粒子，怎么在这里写功课呢？你刚刚不是在房间里写吗？我想换个地方写，看看会不会比较写得出来。小粒子，娘不是说过写完功课才能出去蹴鞠的吗？球都踢过了，功课到现在还没有写完。因为我卡住了，想休息一下，看写不写得出来，好难哦。就你理由特别多，每天都做一样的事，做一样的功课，吃一样的饭。吃一样的饭？娘做的菜可是每天都不一样的。你呀，下次没写完不准出去蹴鞠。哦。被骂喽。我也很想写出来啊。你说不想写日记，想换成别的功课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
每天发生的事都差不多，又不能每天都写一样的，我都不知道该写什么了，就一直卡住。小栗子，写日记不是记录流水账，我们在不同的时刻对事对人的感悟都不同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对我来说都一样嘛，可以换一种功课给我吗？我可以写稍微多一点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方丈暂时给你一个新的功课。暂时也好，什么功课？我要你回家把以前写过的日记看一遍，明天告诉我你想不想继续写日记。哦，还是日记啊？好吧。小栗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今天方丈给我出的功课是看以前写的日记。哦，那么有趣吗？有趣，爷，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了。我写的日记非常的无聊。是吗？爷，你要不要进来跟我一起看啊？我可以吗？日记里可都是你的秘密啊，爷爷怎么好意思看呢？没关系啦，我哪有什么秘密是爷爷不知道的。好吧，爷爷就一起来看看。今天上课没有迟到，方丈在课堂中教导我们要体谅别人，回家后吃了好吃的点心，今天真是开心。完了。这样就完了，那看看下一篇吧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下课后我们蹴鞠，但是马上就下雨了，我们只好各自回家，连说好要一起吃点心都忘记了。完了，好像写流水账一样啊，每天写的都差不多，念起来当然很无趣了。也可以写得很有趣呀。是不是该多写一些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什么感想啊？那怎么写呢？比如说写蹴鞠，可以写写比赛的感觉，自己有没有什么进步啊？我只记得吃了很好吃的点心。写吃点心，可以写写吃了什么，感觉如何？爷爷，你好像很会写日记哦。爷爷可喜欢了，有时候还会写得停不下来呢。我是一直停下来。让爷爷来念一段。今天天空有些卷积云，会不会下雨啊？爷爷为了买雨伞向我借了5块钱。爷爷，你好像忘了把钱还给我。爷爷也想起来了，等一下就还你。差点就忘了这件事了，还好记在日记里头。可以吃饭了吗？爹，我刚刚在看以前的日记。我从日记里发现你总是在整我或取笑我。怎么会呢？会，我平常没有发现，看了日记以后发现了。例如你偷偷打我的头，偷偷吃掉我的点心，有没有？你是爹的儿子，爹是为你好啊。才不是呢。才是。好了，小栗子，爹是在逗你玩呢。我日记里写的都是娘对我好的事。我对你也很好啊。没有。小栗子啊。什么事啊？听说你不想写日记了呀？写日记好无聊又没意义，不如多做其他的作业。不可以，写日记是不能够间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写日记能增进写作能力跟锻炼毅力，你呀就是太容易虎头蛇尾了。可是方丈说我可以选。
不要讨价还价。可是方丈说我可以选啊。要乖乖听你娘的话。其实写日记还是很有趣的。你会跟方丈说你要继续写吧？现在发现写日记有一点点有趣，有一点点好处。那么勉强啊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很麻烦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意义？让爷爷想一想再告诉你吧。意义。娘，小丽妹，我爷爷奶奶，好久没有看到您了。小丽子，别想写日记的问题了，来吃点点心。好吃点心。我不用再想要不要写日记的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了解写日记的意义了，我要继续写下去。你怎么会突然想通了呢？因为日记让我知道我应该要珍惜每一天。真是太好了。来来来，吃点心。谢谢爷爷。好。